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岳峰跟我联络了，他想帮忙这次热气球大赛的安检工作。老板，你要自己保重哦。我要回台北了。现在老板的心思都在浩文姐身上，哪里还会想到我？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白花游苏醒您路，让爱飞扬，在中视。